导演组跟我说啊，请他们吃饭，您就多张罗一下，他们都或多或少有点社恐，别让他们冷了场，别让他们凉了。我说我一人张罗也不行，然后后来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，说让大家呢，在咱们所有这桌上的人里面，再选两个副主持。人要求选择的是我们当中的社恐，哦，社牛的不要。 存是，三个社牛没有社恐。嗯，有吧？左凌峰有点吧，感觉。我有点，我脑子有点跟不上嘴了。这么着，左凌峰来，欢迎你来到副主持的位置上。你把椅子转过来，坐这儿来。还有另外一只社恐。哲华，张哲华也有点吧。张哲华社恐吗？我。 哲华，这边请。然后那个得把刘波得搁在这儿，因为一个小队的人好说话。好，来，作为这个桌上的三个主持人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哈。我是 MM 马。我是 ZZ 左。什么意思？。我是。 最张，干点别的吧，真别整了，不行不来了呢，哥们儿，不行不来了呢。时间定在那儿了，他像被石化了一样，太尴尬了，我出汗了呀。